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第二个项目，指压板跳远。在指压板上连续进行三次跳远，根据距离的远近来排名。哇，这个太疼了，不敢跳啊。这个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完成跳远，所以我们允许大家穿着袜子来进行三次跳远。我选这个。你别一会儿扎那上面。老沙，到了你的主战场了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哎，哎，加油！哎，算了算了，这太疼了，太疼了，老沙，这一趴可以没有成绩，把纸壳给我。沙哥，你别想不开。我要想不开啊！你有一种刮骨疗伤的感觉啊！这个真的疼哎，巨疼！好，沙哥挑战指压板跳远。哎，结束，结束了！你走了两步，你总共三步了。三步没了，哥，你结束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已经三步，一二三，结束了。你这不算，要重新开始。好，有成绩，有成绩，有成绩。坚持，太励志了，哥。哎，第三下怎么得到这儿？别过去啊！别过去！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！鲤鱼跳龙门。好，沙哥第一次挑战，成绩3.5米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歇一会儿吧，现在。我先歇一会儿。好，那第二位要出战的成员是 baby 来一个吧。baby 来一个。baby 来了， baby 来了。女生的起跳距离从1.5米开始啊。这儿。越轻越没事。OK。来吧，加油。哦，看来我的最好的实力也就只是这样了。对啊。没事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我以为你能上来了呢，你还是非常准确的找到了个边缘。可以可以，加油加油！哇哇，非常轻松，但是你那小脚缝找的，我一看，老到位了。好 ，baby 的挑战距离是4.3米，恭喜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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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越超越超越。超越超越来了，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好，接下来是凯哥挑战指压板跳远啊！哒啦啦滴啦啦，哇！凯哥不疼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东西完全是心理上的障碍，只要能够克服，不行，越站越久越疼。我，那就快跳吧！超越，票房大卖！票房大卖！他戳爆了3个小毒水。从你们老将的身上，我看到了跑男的精神。你下部电影能不能拍个美食的？咱不拍体育的了，行不行？好，凯哥挑战。